常被人家问，你有工作为什么还要做爱多美呢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这也是所有人的问题。我想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工作，即使是个家庭主妇也是一种工作。首先我们要了解为什么我们要工作。一是让我们三餐有温饱，二是我们要教育小孩需要有教育费，三是我们要孝亲长辈。所以工作呢，是用你的时间、你的青春换一些微薄的薪水。但是在这个万物齐涨的时代，你想买日常用品，你想买奢侈品，你想给小孩更好的教育，却因为囊中羞涩而犹豫不决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不用下班的时间为自己创造被动收入？什么是被动收入？很多人不了解被动收入的意思。被动收入包括了投资、房地产、基金、股票，可是这些东西都需要高额的投资，有一定的风险。那如果一个不用投资、零成本、零风险，或者说没有投资也可以开始的事业，或许你会有疑问，天下有这么好的事情吗？没错，爱多美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平台，可以创造被动收入。因为呢，爱多美有十大优点。第一，爱多美的产品成本的高达 45%， 它的商品是无毒纯天然的，有着绝对品质、绝对价格。第二，爱多美 35% 的利润都回馈给消费者，消费者在享受高品质、低价格的产品同时，还可以得到丰厚的回报，是最大的受益者。第三，只要年满18岁即可免费注册爱多美会员，没有年费，没有囤货的压力，不强迫消费，真正的做到绝对的自然消费。四，爱多美有30天无理由退货，每一件商品都有2000万的商品责任险。第六，爱多美商品的全球回购率高达90%，真正好的商品一定会得到消费者的满意。第七，爱多美在2020年的退货率只有 0.08%， 一家公司拥有高回购率以及最低的退货率，你说产品是不是值得信赖呢？第八，爱多美的两大股东制造商20%是韩国政府支持的。韩国原子力研究公司成立于1959年，它的规模仅次于美国 NASA 太空总署，约有1300多位博士以及4000多位研发团队，开发尖端生物新产品，应用于生物体模型，开发增进免疫、造血、抗癌、抗老化产品。爱多美 80% 的股东是韩国科马公司，是美国科马的子公司。100年前创立后，一律不生产自有品牌的商品，只研发原料提供给全世界知名化妆品兰蔻、资生堂、香奈儿、兰姿、蝶妆、欧慧等，是全世界最早研究开发纳米技术的企业，生产韩国排名第一的功能性化妆品。第九，爱多美不赚朋友差价，任何会员在爱多美网站购物价格都一样，均一的会员价，不会有阶级差价的问题。爱多美最厉害的一点是它可以试习三代，是真正的一份安全合法而且可以长久经营的事业。有这么多优点的爱多美，你还在犹豫什么呢？现在只要加入爱多美会员，换个品牌用您的生活用品，花您原本要花的钱，却可以赚到你原本赚不到的钱。董事长吴韩吉把营收的 35% 都拿来发奖金，让人人有机会帮家庭多一份被动收入。如果您对现在的薪水不怎么满意，也想改变现在的收入，如果你想要多一份被动收入，请留言或私讯我，谢谢。